Justin， 摆 pose 呢，拍特写呢，都上去半个小时了，快点，龙哥饿了。来，三二一，好，来坐。黄明浩，黄明浩，赶紧的，来吧，好了没有？它这个一跳一跳的是有什么作用的？它是在调整方向吗？就是耍帅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加油加油！全场进去了！哇，进去了！哇，0.6。还是不如人家的多，还是不如人家的高。人家这一个羽毛球铲子就进去了。没事，你还有道具，选道具。中间这个。勺子。真不好，中间这个一根木棍都能翘起地球。勺子有很多拿法，这样拿也是勺子，只是一个概念性的容器。哦，拿这一块，你看这一块，它都给你割好了。这一块，你从这儿，从这儿，对，搞定。这个可以吗？这样不行，雪没有在勺子上面。勺子在，勺子在里面，在里面。你的手碰到了，在勺子上。你不信，你进去看。快快给个特写，我手是没有碰到的。哎啊，对，可以，走走走，对，在勺子上，可以啊，把勺子也扔里，勺子也扔里，算重量。完了，还是比不过。零一朵，零太，你那个太猛了，零挖了个雪山。黄明浩铲雪成绩1000克，最终成绩1.6千克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满足了。满足吗？满足。要给比个耶，要比个耶。就是，就是你的皮任务。不是、啊。就是你的皮任务。我是乖乖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是乖乖。接下来有请第五位选手吴奇隆。加油，龙哥！加油，龙哥！龙哥双板，我看看龙哥双板怎么样。我也是双板，上去了。加油加油，龙哥加油加油加油！重复的回忆滋血的要领，双板平滑，到了终点站的时候，微微的转弯。好，现在是这吴奇隆老师，他也是目前这个比赛当中第一个使用双板的选手。嚯！第一位双板选手啊，已经出发了，上来先以刹车的姿势再慢慢往下滑呀。加油加油！加油，龙哥！加油！加油！厉害，龙哥！哇，这个多，这个多，还行吗？龙哥，哇塞，1.1直接，哇塞，这是铲雪铲的最多的了，已经。Yes， 龙哥，哟，1公斤的雪还可以啊！完了，第一名不会是皮皮吧？千万不能让龙皮皮赢啊！龙皮选道具，龙招手。哎，爷爷。没事，哎，这只是一个概念性的容器，旋进去，不，先给它插进去，先给它插进去，对，首先进去，对，先给它旋一圈，收起收起，从来没有见到这么齐心协力过。三匹，张继科跟王彦霖，他们两个好热心啊。
对啊，为什么在这样一个项目他们要一直帮别人呢？其实是一个个人赛，这个很可疑哦。OK， 漂亮，完了，漂亮，哇塞，完了，散掉，散掉，没事，快快快，扔进去行，扔进去，来了，走你，哇，完蛋了，吴奇隆铲雪成绩1.7千克，最终成绩2.8千克，哇哦，哇哦 ，Yes， 龙哥 ，Yes， 龙哥 ，Yes。啊！完蛋了！我们乖乖的第一位置不保了。我一会儿加加油。接下来有请 Angelababy 做准备。看看 baby 姐这边啊，能不能从刚才吴奇隆的这个操作当中学到一点？学到一些就是双板刺血技巧。安吉拉乖乖加油，安吉拉乖乖好可爱哦。哇哦哇哦哇哦 OK 吗 OK 吗 OK 啊 OK 啊，哇，我喘进去了没有？有，喘进去了，进去多少？漂亮！哇，1.6！哇，1.6！来盲盒。哎，这个是不是？来个好的。哇！啥呀？哇！可以，这个好。哎呀！哎呀！暗示。暗示。哎呀！你要对我干嘛？你这是皮皮，暗中我，他都要打你，暗伤我，我被暗伤了。来，咱们哎，哇，也是一座雪山。快帮帮乖乖，加油！哇，我没事，我是乖乖，大家放心。哇塞，这么多，真的超厉害。Angelababy 铲雪成绩1.3千克。最终成绩2.9千克。接下来有请最后一位选手虞书欣。我要走了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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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从这儿开始。我滑雪小天才，相信我哦，加油加油加油。星星子的招牌动作，双手向前，电梯推坡。于叔乖，加油！于叔乖，加油！哎呀！哎呀！没人拜年，新年好。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！不要哭啊！等一下，你们为什么要发出这种倒彩的声音？来，让我很难过。对。我可以的。你用力一踩，说不定能踩很多。嘿，嘿，啊！你近一点吧，你再弄一下。我跟林一带你一下，来。就差一点了，走。就差一点了。耶，漂亮！可以，够了，可以了，厉害。耶，谢谢大家。我是不是可以拆盲盒了？可以。结果这个是最厉害的那个东西。哦，这怎么了？鸡毛掸子。这真没什么用了。我可以弄一点，扫一扫让我出点力行不行？这样吧，我只能想到唯一的办法了。Cool。哦。可以，哎。哎，这块大了，可以再拿点放上面，来堆堆满满的。轻如鸿毛，加油！加油！慢点！加油！好！
于淑欣因呲血动作犯规，成绩无效。残血成绩0.7千克，最终成绩0.7千克。没事，我会带领乖乖队胜利。